看看他们，这些妇女实在太可怜了。我父亲给我建了三座豪华大房子，还有美女乐队。我曾经认为这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可是现在我反而感到厌恶这样的生活。人生只是为了这些东西吗？只有这些东西才能使人们快乐吗？可是为什么我不觉得快乐呢？这里真烦恼，这里真烦恼，这里真不如意，这里真不如意，这里不烦恼，这里如意无碍。到这里来，我给你讲经说法。布施是修养我们懂得施舍。戒持修养人心向善。天堂就是行善的结果。欲念的害处就是令人烦恼不安，因为陶醉在五蕴中。出家的益处就是能离一切苦恼，心的苦恼不再生。佛陀在讲四圣谛，当佛陀讲完，耶舍就证得须陀洹果。这是我儿子耶舍的鞋子，你们在这里等，我自己去看看。耶舍父亲来了，如果现在让他看到儿子，会妨碍耶舍的证悟。请问您坐在这儿有没有看到我儿子？我儿子叫耶舍。您先坐下来听听我说法吧，听完就会见到您儿子。佛陀在重复刚才给耶舍讲过的法。哎呀，您的开导使我慧眼见佛，我再次立愿，愿皈依三宝，为佛教优婆塞。耶舍，快回家吧，你的母亲哭泣不停，整天都在挂念着你，快回家去吧。耶舍听了两遍佛法，他已经悟觉正道，证得阿罗汉果，不再过俗家的生活了。耶舍，你已经得最高妙法。佛陀呀，今天早上请佛陀到我们家接受我们的供养吧。当耶舍的父亲回家后，耶舍请求佛陀为他剃度，成为佛弟子。耶舍的母亲和妻子在听完
佛陀的教法之后，都得须陀洹果。他们愿皈依三宝，为佛教在家众的第一对优婆夷者。毗摩罗、善毕、满圣、伽梵婆提，你们几位都是我在家时最好的朋友，而现在我已经当比丘了，不再过问世间的事情，所以你们来这里有什么事吗？我们听说你已经剃度了，深信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善见道理，所以特地前来这里看你。既然如此，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指导我发现光明道路的佛陀吧，恭请佛陀讲经开导你们几位，跟我来吧。诸位，如果你们知道什么是善业恶业，什么是善业恶业的根本，知道衰老和死亡，衰老和死亡的因缘，以及习灭老死之道，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苦之因，行灭苦因，就能离苦得涅槃乐。只要你们透视这一切的缘起，就是正见。你们五十个人都是周边国人，也是我的朋友，有什么困难的事，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我们五十人听说您剃度出家，非常的敬仰，所以想跟随您出家。真好，那我就带你们去见佛陀，你们自己向佛陀请求剃度吧。你们听着，佛教比丘要体会到一切法是无常，不该执着。当你们精进修行，细微思考，就会领悟到苦也好，乐也好，不苦也如此，不乐也如此。知道苦和乐的缘起，一切有为法，皆由因缘而生，以生住意灭，一切现象与万物经常转变不息。当你们看破这样反复无常的真理，知道无常的苦空，就不再执着。诸位比丘，现在你们已经悟得至高无上的佛法，你们去吧，到各处去弘扬佛法，度化众生。但是记着，不要两个人走同一条路，我自己要到优楼频罗聚落去传法。你看，因为那些红楼妓女使我们三十个人这么辛辛苦苦的走到这木棉园林来，就是嘛，把我们朋友的衣服还有装饰全部都给偷走了。要是找到人的话，哎呀，你看有个沙门坐在树下，我们去问问看，说不定啊他有看到那些妓女。长者，您坐在这儿，有看到身穿绿色衣服的女人走过去吗？她偷了我们朋友的衣服，还有宝贵的装饰跑了。我们一路追赶过来，但是都没有找到她。你们认为，寻找那个女人好呢，还是寻找自己好呢？啊，我还是寻找自己好吧。那么，
我就说法给你们听吧。有智慧的人让自身远离贪欲，不陶醉在五欲之中，认为这短暂的快乐好比鱼儿贪吃，所以被鱼钩勾住，挣扎在痛苦当中。跋陀罗曲，如今你们都已经是佛教弟子了，从此刻起你们就分路去宣扬弘法，去传扬佛教，利乐众生。行者，你为什么到我的精舍来？幽楼频罗家舍，我想来求个地方住。我是释火教，可是这个行者的信仰和我的不同，怎么能让他住在这里？这里已经没地方可以住了，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但我要提醒你，你必须走远一点，因为这泥莲禅河沿岸地方都是我火教三兄弟的地盘，这里呢是我幽楼频罗家舍的精舍，有500弟子。至于对岸那边，是我二弟那提家舍的地盘，有300弟子。至于再过去，是我的小弟伽耶家舍，有200弟子。那里全都住满人了，但我看到这里有个空位。哪里啊？你的火堂里。你就让我住在那火堂里吧。行者，如果你想住在火堂那里，我没什么意见。不过我必须提醒你，那里面有一条大蛇，非常的恶毒。
住在那里相当危险，我怕你会白白送掉性命。幽楼频罗加舍，那条大蛇不会伤害我的，只要你能答应让我住下。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住下吧，行者。行者可能被大蛇的火烧成火炭。这行者神通不凡呐，但他还不能跟我比，他不是阿罗汉。行者神通真高强，连天上各层的仙人每天晚上都轮流下来听他说法。不管神通多高强，也不到阿罗汉的，还比不上我。雨那么大，到处都被水淹没了，那个行者可能也被洪水冲走了吧。师父，师父，您看那边。行者真是威力高强啊。无论如何还是不如我这阿罗汉的。这幽楼频罗迦舍真骄傲，
自以为是阿罗汉，太固执了。优楼频罗迦舍，你的修行方法不是正悟的正道，怎可以自以为是阿罗汉？你不但骗自己，还要欺骗别人。你如果放弃执着，跟我修行学道的话，不久你将得到阿罗汉。我醒悟了。我愿皈依为佛弟子，请您为我讲经说法吧。你是金舍之主，下面还有许多信徒，你先去告知他们吧。这是祭祀火神的用具，怎么会顺水而下呢？我哥哥优楼平罗迦舍跟那提迦舍的金舍就在水的上游，我哥哥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了。优楼平罗哥哥，那提哥哥，爷兄弟，现在你两位哥哥已经找到正道了，你快去带你的200信徒来拜见佛陀，请他为你指点光明之道吧。